冲天酒，光着俩小脚丫，踩着俩风火轮，乾坤卷手中拿，混天绫护着他，轩辕剑满弓拿，两眼是照妖镜，双腿是追风马，乾坤卷伴着他，上天下海本事大，三头六臂显威力，千人百战都我发，有我的名字叫什么，哪吒哪吒小哪吒，第五十二集人间大道。哪吒！妈妈！哪吒！哪吒！妈妈！哪吒！你可真能睡呀！妈妈！爸爸，我妈妈呢？我好像看见妈妈被石矶打倒了。师父，告诉我，我妈妈去哪儿了？师父，妈妈进了黑暗之谷，我也是为了救你才去的。妈妈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害了你。妈妈！啊！将在黑暗中重生。爸爸，孩儿不孝，都是孩儿不好，连累了妈妈。孩子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的重生本以为可以给你们带来荣耀，却一再连累你们，如今妈妈又为了我。孩子，别难过，来，抬起头来看着爸爸。哪吒，你要记住，你永远是你妈妈的骄傲，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，百姓心目中的英雄。孩子，怎么了？哪吒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孩子，为父不能替你抵挡妖魔，不能救护你的母亲，为父对不起你们呐。我的小爹娘，你快点来吧，你快点来吧。小爹娘，来呀，快点来呀。哪吒。总算挺过来了。哪吒，还是到神奇山谷去避一避吧。杨戬大哥，你也来了，请原谅我那天没有去送你。要不你跟我到地下去吧。哪吒，跟师父去仙界森林吧，我们好求助一下女娲娘娘。对，去仙界森林吧，师姐也许接近不了仙界。去吧，孩子。哪吒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爸爸，我想求您一件事。孩子，你说吧，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去做的。那您是答应了？我当然答应了，什么事情？我想请您答应我，用玲珑塔把我永远压在里面。哪吒疯了。我现在非常清醒，我感觉到恶已经在我身体里深深地扎下了根，我再也不可能战胜邪恶，战胜我自己了。
现在拥有多强的能力，变成魔头后就会拥有多强的能力，而我自己无法消除这些。只有您可以做到啊，所以我向您郑重请求，请答应我好吗？爸爸，孩儿宁可死掉也不能让石姬借我的身体复生，您刚才不是已经答应过了吗？哎，爸爸快点吧。不，不行。孩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您就别再犹豫了。孩子，哪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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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逼你父亲了，他不能这样做，谁都没有权利这样做，也包括你自己呀。我想过离开，可是就算到了天涯海角，就算到了神奇山谷，我也无法摆脱我自己，我会成为石姬的化身。当我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不会再以为你是我的朋友，是我的大哥，我会做出最恐怖的事情来的。也许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会有办法应付的。我不相信会有也许。你看现在的朝歌城多美啊，姬发大哥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这个光明的世界属于全天下，如果哪吒的身体不存在了，石姬也就无处藏身，永远无法侵入我们的光明世界，那样的话，天下的所有人和哪吒都将是永远幸福的。我的好兄弟，太公成全我吧。师父，您说句话呀！爸爸，别再犹豫了。哪吒，快点来吧！快点呀，哪吒，快点来吧！快！哎！去阻止他！哪吒，你这样，哪吒，你醒醒啊！哪吒，孩子，你们这些蠢东西，是不是都想给我做陪葬啊？那就来吧。别过去，那也不是哪吒，他是石姬。大家让开！哦，哪吒，爸爸来了。爸爸？谁是我爸爸？简直是笑话！石姬，爸爸，小猪熊，别过来，你刚才还要掐死我呢。我要掐死你！啊！爸爸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拿的是什么？
好像是一枚金针。针难道是塔针？是塔针，哪吒他永远不会回来了。哪吒，我的好孩子，爸爸对不起你呀、你救了那么多人，可我连救你一个人都做不到，爸爸无能，爸爸无能啊，孩子。厉将军，您别这么说，您已经尽力了。哪吒是天下人的骄傲，更是您的骄傲啊。哪吒为了天下的百姓付出了他的所有，天下的百姓永远记住他，恶魔们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。我亲手造了这玲珑塔，可我却没有摧毁玲珑塔拯救哪吒的力量。我对不起哪吒，对不起疼爱他的爸爸妈妈，我更对不起他所拯救的黎民百姓。这不能怪你，玲珑塔、哪吒都是为天下人而生的。哪吒曾许下誓言，永远为天下人着想。可哪吒还是个孩子，这么小他就……哪吒是天下人心中的英雄，自己却饱尝辛苦，甚至付出了生命。爸爸，塔里关着的是谁呀？是哪吒。哪吒是谁呀？他犯了什么错？就是小英雄哪吒跟大王一起解救我们的哪吒呀。那他为什么会被关在塔里呢？快把他放出来吧，放出来，放出来呀。哎呀孩子，他是为了让石矶永远不能复活，让我们永远幸福，宁肯牺牲了自己呀。求求你了，打开玲珑塔把哪吒放出来吧，你知道那里面都是火。不是说女娲娘娘可以救哪吒吗？女娲娘娘，快救救哪吒吧，我们不能没有他呀。娘娘一看，全城的百姓都来了，听到他们的祈祷声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
彻底的完蛋了。要不你出去对哪吒说些软话，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啊。好吧，你扶我起来。石矶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哎，娘娘，哎，你怎么了？难道你疯了吗？啊，你才疯了呢，去死吧。啊，我让你不得好死。也敢跟老娘我耍手段，真是自寻死路。哎，得，哪吒老弟，你都看到了，我把这个坏蛋给除了，都怪我一直受那个坏蛋的蒙骗，做了很多的坏事，你就放我一条生路。你的本性就是欺骗和残暴，你恶事做尽，今天我绝不会饶你。那我们就来个了断吧。啊啊，伤，妈妈，我全好了，你看，真的完全好了。妈妈，你真是我的好妈妈，感动死我了，我都喘不上气了。哪吒，金发大哥，金发大哥，哪吒，哪吒，金发大哥，这回我真的把石矶彻底消灭了，太好了。嗯，谢天谢地。哪吒，你又立了一大功。嗯，来，我们庆祝一下。哇，太棒了！来，把我们的小英雄举起来。消灭了，我们可以过太平日子了。多亏了哪吒呀！哪吒可真给我争气呀！哪吒经过无数次的磨练，终于成了人间惩恶扬善、降妖伏魔的战士。
大家心目中公认的小英雄。哪吒，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啊。是他是他是他，就是他，我们的朋友小哪吒。是他就是他，是他就是他，少年英雄小哪吒。上面他比天要高，下面他比海更大，吃喝妖魔小鬼怪，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。有时他很聪明，有时他也犯傻，他的个头跟我一般高。有时他很努力，有时他也贪玩，他的年纪跟我一般大。